们的老祖呢是81年直接从无极天降世下来的。老祖是三清道祖的师父，宇宙混沌的那一气就是老祖。我们老祖要推广的呢，就是老祖他操办的一个道场，让我们这些带天命天子的人，可以以不影响家庭为原则心情之下，而去做修行，跟去做天命天事的事情。每一间宫庙的特色拢无共款，也毋过因拢有独门秘招，会当红赚到钱，也是让咱的身体变搁较健康，所以大家人哦拢是介虔诚。今天点儿来到桃园市八德区的一指老祖财神庙，它是建立于西元1992年，到现在已经有30周年了。那它庙的主体呢，一边是老祖庙，一边是财神庙，还有修行的人一定要知影的无形宫，这到底是啥呢？咱赶紧你去问主持来了解一下。主持，恭喜哦！谢谢。一指老祖财神庙30周年了，恭喜恭喜！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听说啊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修行人必来，可以让运势变得更好的无形宫，那是啥？就是全台唯一我们这边才有的无形宫。现在有很多修行的人，你都常常听到哦，你带天命，自己可以跟神明做沟通的。你拥有这些能力的时候，你却不知道怎么做。而你在外面，大部分人会跟你讲说，哦，你要开工，你要干嘛？可是你开的工，在家里面自己开的工，第一个，生活品质没有了，客厅变成公庙，对。第二个是朋友来，没有你自己的场所，那你必须一直在那边。那在这边开无形工的意思是，我提供一个道场，大家一起来把盛事做好。如果今天你是用你的无形工，用你无形功的印章，那功果呢？原则上你拿的是最多的。好，全台湾没有一间公庙愿意把功果最多的分给广大的信众。对，所以呢，让你们自己去做，而且呢，又可以以不影响家庭为原则。好啊，所以呢，在我们这边呢，有30几位的无形功，你只要一开功，无形功的时候的当下，你就升为7品的无形官。所以每一个无形宫里面都会有一个无形官吗？是这样吗？无形官是什么啊？好，你在外面指你的无形宫，天地认可之后呢，到了咒法这一边指无形官。我们从7品开始，一年指一次，第一年指人官，就是我们人事和合；第二年指地官，我们开始有没有在做祖先的事情啊？跟地有关的哦，我们祖先有没有在拜拜啊？或是帮信众做事情？第三，天官。开始做神明的事情，类似传道、解惑这种意思。7品的人官、地官、天官都过关了，然后才可以晋升为6品官。像今年过关的，他就是盖人官而已。到明年地官，如果说是孝碑，那就明年再一次。我们的盛会你会看到有阴灵、动物灵，好，福德正神，这些都是每一个无形官去做负责任的。对，所以8项的科仪有8个无形官去做，包含我们的口谕口业也都是每一个无形官，各个一个无形官去每一个去做，但等于是大家集体一起把盛事做好。有2个名字就是夫妻一起，一起经营，对，夫妻，所以夫妻的功果一起做，他功果可以共同的享用。那自己做，老公没有来可不可以？可以，然后把功果给家里面，让老公在外面赚大钱。星期六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来这边服务信众，其余的时间一样以家为主，以家为本，回到家可以过自己的生活。啊，星期天很多的神职人员都会带全家出去玩。我也是从信徒，然后慢慢转变成神职人员，哎，啊，这一路走来真的感触很多。啊，之前我还没来庙里服务的时候，就是本身做什么工作哦都是比较不顺。来到阿宙这边，我们都称他为阿宙，就是说他一直无时无刻在帮助我们。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跟阿宙祈求，阿宙就在散步时就给我们帮助啦。本身是做装潢的，像那一次就是因为水电在我的后面在砖墙，就忽然心中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叫我们离开。好，离开，然后刚好那时候他水电就是刚好把墙壁穿过去，我们就怎么会这个样子？
所以说我们就是觉得说阿祖真的帮助我们多，进来这里服务了差不多有三四年了，阿祖他就忽然降一个无形公民给我们啊，然后我们从此接了公民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就是一路都很顺。我们来这边做了一年的林山会长，那所有的工作都很顺，家庭事业都很和乐，那事业也慢慢越来越好。然后有一次我家师兄在开车的时候，我们就对看了一下天空，然后我就有看到浮现顺天两个字，我们两个就异口同声说出顺天宫，然后回来就有请示阿祖，就把杯就是这个名字。今天刚好是三十周年庙庆，所以我们就 也有对天宫执杯，经过天地的认可，我们就是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一直老祖顺天宫的名义禀说我们在这边做一些盛会，然后跟外面禀说我们是阿祖的门下弟子。一开始呢，是我的小朋友身体不好，我承接了无形宫一直五德宫一年，那在这一年当中的无形中，我的小孩子身体也渐渐的慢慢变好，也让我的工作稳定，承接的工作也越来越好，那在事业上的发展也变比较好。那今天呢，一直老祖财神庙三十周年庙庆，那我们师姐呢也是回来我们庙里服务也一年，那我们今天也向天公主执杯，就是祈求是否能够降下黄色降衣。我每天都跟阿祖讲说，我不想要当兔子，我只想要当乌龟，但是希望他能够等我，我一天一天一步一脚印的走下去。虽然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，我也很常跟他做讲说，如果是我人生中必经的磨难，我愿意承受。我今天要自卑的时候，就跟他做讲说，我知道我的努力你都有看到，所以我今天去要求你，那我可以穿上黄色降衣，我会以黄色降衣为戒，督促我刀也更精进。很感谢阿祖啊，能够让我一直到三杯过关。我来一直老祖庙财神庙已经迈入第八年了。在三年前呢，有阿祖啊哈显化，让我发现自己身上某些状态，而进而去做一个健康检查，然后在阿祖啊显化贵人医生啊来配合医生，也阿祖在护持之下，所有的诊疗过程都是美满的，让我身体得到健康。那我会继续来为信众来服务，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